各位同学，我今麦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我今麦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，请大家就坐，谢谢。来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安安，无啥精神的看咯。看嘛，厝边隔壁有人无来无？看看，那全部到齐，开始上课，有无？有没有？还有几个？还有两个吗？一二。哎呀，哦，那还好几个，因个蛋能三分钟，全部倒起话，一个呀哈，好，个蛋能三分钟哈，啊，全部拢到这时了，那个上课哈，而且咱点半钟哈，老要去。洗手变数的吼，关起，因为这個中间吼无休困，迄落跌倒的掉吼，啊，所以那阵就买洗手间的吼，趁即阵带关起吼。有来，阿哥弟弟来啊，阿哥剩一个两个嘛吼，我要来，还有两位吼。因为我上课哦，希望大家拢爱教者就对了吼。为啥因咱无真简单吼，真无简单。大家吼，半时间、七时间，吼，后来要听课。啊，所以吼，既然来啊，啊，就真爱专心啦。你知道？比如讲啊，我来听这个课哦，敷衍乐啊，咱别删啦。有咱这个上课含外口。在接受迄个国民党迄个教育哦，迄无相像。所以咱一分一秒吼，每一个讲师甲恁讲的吼，无同款的题目，无同款的话题，但是呢，恁大拢爱真详细甲注意听呢吼。尤其是恁所接受的教育，恁伫外口接受袂到的，啊，所以吼，恁大机会来啊，啊，大家较认真的吼。还有两位嘛，哈。啊，所以拢鼓励吼，尤其一届人足侪是坐个阿彪，吼，我拢鼓励讲吼，恁有小朋友的，捌伫下捌拍电脑的，我就讲你袂使拍电脑去，一定要听课。要拍电脑，咱等下存个拍。你要玩游戏吼，你要等下。啊，所以大家拢足认真嘞。卡在一间两百几个人做的人吼，坐甲甜甜甜啊！啊，为几个啊，两三个两个偷鸡摸狗吼！我来坐来上阿边遐，啊，咧耍迄个玩具吼，电动的对吼，无迄个咱迄个电脑遐。啊，再讲咧，咧真认真咧上课。我讲恁来了无简单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时时当出来要耍哪拢有啊？哦，啊，叫人接受。所以头到尾是拢足认真咧听，还有一位嘛吼，还佫一位嘛吼，哦，马健来稍等了吼，啊，我们在招对的，我是希望全部拢会搞得掉，安尼较好了。来，啊，你知影刘对答无？迄个叫，很麻烦一个，因为来咧上课足无简单咧，咱交一个学费来，啊，就是要。有一寡物件，啊，听一寡吼，外口无的，读袂到的，看袂到的，对无？搁小等一下看嘛，有可能天气冷吼，啊，总讲无小鼻子，看总拢有鼻炎咧，哦，诶，咱有哪安尼啊？天气冷，啊，毋知影吼，就说好困吼。啊，昨天也讲啊，伊身体无好，无要紧。啊，我着感冒啊，创啥个吼？所以我请伊看卖。啊，伊若讲啊，着感冒，无要紧，我休困，吼，即无要紧嘞。但你若讲身体好吼，着爱来上课。嗯。各位，大家真侪拢顶级的初级班嘛，吼。要销售不能上过初级班的来无？直接拢
高级班，啊呢，以后你个报吼，报一届初级班吼，就这样。好、哦，初级班嘛，伊个后礼拜啊，后礼拜啊，后礼拜个还个一期初级班，啊过了过年休困，过年休困。因为咱普通是两期初级的，啊一期高级啊。啊，即马中老卫生差高级的吼，来补初级。因为大伤未拄好了，确实是安尼吼。要切个三针吼，啊，其实吼，你若上班人会当请假一波来使啊，来拜五一波时啊请假落啊。因为咱四点报到嘛，所以你若讲拜五一波请一波吼，安尼就免请假。啊，所以我唔知伊就请几日咧。啊，你若坐高铁来，一波时啊来遮赴迄落报到，啊个暗时啊上课安尼。咱这算个呢，速成班呢，速成班呐、啊。迄整个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咱咧食迄落威力面吼，快速的吼，啊，但有效咧，真正有效的。啊，你啊，像个咱，阮伫外口较早时阵咯，咧读册呢，吼、哦，读几部久吼，啊，读几十档个啦，甲拢无效啊，你知吼，大大拢无效。啊，所以各位讲啊，读册有啥物路用无？慢慢你就知道真要路用，嘿，确定我加减会讲起吼。以咱身为台湾人，爱知影咱台湾的近代史啦，好对不对？啊，唔是叫恁大家话咧研究历史哦，唔是啊。迄话研究历史就无效啊。你啊像成功大学迄个历史的教授啊，我讲迄个事，你看，吼、哦，种人咧错的吼、哦。你做一个教授，佮读讲历史的。啊，公开，敢会拖过几年啊？吼、哦，咱迄个东西伊就无感冒啦吼。安尼哦，我讲，你了现在还舒服吗？不舒服，安尼休困。吼、哦，你提早休困，要不要我甲通知下岗吼？迄、那个出去看一下，啊？你有吃药啊？好，吃药安尼你休困，哦啊，提早睡觉，因为感冒了先，你起来休困哦，保持那个体力啊，明仔再那个上课了啊，好、哦，好，哦，因为咱来知一个，因为有可能会感冒。你卖看呢，我南部我高雄来时吼，足热呢，这个西装拢穿袂掉，个掀起来，啊来个烫个时咯，嗯哦，啊乖乖来穿起来了。这偏偏谈咧气候来咧，南部甲北部无同啊咧，啊所以为了是咧气候袂当适应吼，啊拢感冒着。哦，你啊，类似这种的时吼，你讲心里无拄好，甲边啊人讲起来，讲啊我都要拄好吼，慢来上课，因把紧。吼、哦，因为咱上着，讲家里唔知时间，唔知来上课的，吼、哦，啊伊上吼。我讲的时，较早阮伫外口咧读书啦吼。哦迄、那个读历史甲地理吼，了足侪年，啊读也拢无效啦。啊，我当然是无像我呢，就靠读个一册吼。你也想较早一趟吼，从长江、黄河、喜马拉雅山呐、啊，好不好？哦，啊，咱台湾的时喏，你也像我咱高雄遐水爱河，哪拢无爱读过吼？啊，下淡水溪啦，落水溪啦，吼、哦，有无？即拢吼大家客啦，即拢爱读个，啊是讲咱的阿里山啦、啊，吼、哦、竹山啦、啊、吼，即拢爱读个，啊用新歌山啦、啊，就咱即马玉山，即拢爱读个，唔较早拢无，回忆了过，好、哦、啊，拢读一遍个时喏，哎喜马拉雅外悬啊，长江黄河外长外宽，拢背背遐，到尾啊吼，拢无好，啊伊读一遍个地理也无好，啊读历史啦。咱这边讲是汉奸啦，吼、哦，那边讲民族英雄啦，那边讲民族英雄哦，咱这边讲流寇啦，我、哦、靠，这读书了，这读这的书，唔知是边呐，何里分别清你讲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无多因两个敌对的啊，国民党、共产党的时呢，两个敌对的，啊，所以甲规个拢甲咱混淆去啊，啊，所以我想讲奇怪，啊，读历史咱这一大汉的时阵哦，阿个安呢，佮看到国外。外国看到外国咧写中国史的时阵咯，
嗯，啊，无同啊，含咱所他也无同。啊，所以咱了足侪时间，浪费足侪时间哩啦。所以各位有机会来的时阵吼，就是安那好正港读咱本土台湾人一历史啦。啊，你历史的时阵，较早读的时阵吼，弄开咧呢，迄个一节一节，啊无弄开咧，甲你捏造起来，就是历史甲你扭曲啦。有一寡借着故事吼，啊，起来后你会作相信啦。啊，其实唔是啦。所以慢慢是你外口的时阵，看电视啦，啊是迄、那个。听人讲啦吼，爱看报纸，有当拢无拢看咧真相，无拢看咧实在代志啊。主要即个台湾政府的时阵吼，咱所讲的唔是捏造出来，是拢去外国有当挖出来，迄叫做还原真相，迄真正的代志，安那互各位来了解。安当时啊，无大伫中华民国，伊即个外来政权啊，去走路的啊。伫中国用挂出来啊！咱做者东西，干那知影这点尔，嗯，啊，迄落走路出来，但也唔知影讲吼，伊走路会干咱占咱台湾的心咯，是安那不法，吼，啊，个无人知影者，干知影吼，啊，个话唔敢讲，知影讲伊是走路尔吼，啊，唔敢讲。台湾二十几岁啊，阮读册时咯，阮就正讲啊，你这走路的监管啦，对不对？就是中国大陆的时阵不管你是啥物理由的啦，本来伊是几百万大军呢，中国因咧控制呢，但最后为什么共产党拍啊走无路，走回家来？尤其老蒋的时吼，伊四五个人飞机坐咧，北一个咧走去迄落平湖遐去，平湖那个高雄啊，咧转来个台北安尼哦，啊，其他伊的军队呢，慢慢是个撤退，啊，后尾到人数。有一挂囡啦，伫路边迄个看到，啊，就掠掠来做兵啊。啊，所以有一挂遐因咧青年军甲少年遐啊，迄个是拢为半路遐掠来。所以当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吼，也未执政以前吼，就已经咧画一个口号啦。就讲吼，伫四川有一个囡啦吼，出来甲因阿妈要打那打打油啦，一打四十吨啊，一山吼。就是说，要将迄个、迄个啊，周中正咧，周介石伊个军队掠咧吼，啊，弄来台湾这边啊，啊，一分计就四十吨啊。所以四十吨啊，是阿妈讲好啊，你即刻打油吼，打四十吨吼，就是中啦。所以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悲剧啦。但是咱台湾人的是咧，当前讲啊，无因咧返乡吼，离开故乡咧四十几吨吼呢。但安尼类是造成因中国人。妈妈今日何解咧吞打咱台湾人？咧台湾人作善良，一条你走路咧台湾无当走诶，咱个收留伊。所以伫中国对这批人，伊叫做啥呢？中国难民。但伊咧甲咱讲啥呢？他们是农民呐，好啊，对国家拍拼，即系农民啊。所以特别优待啦，大行拢优待啦，好，即大国拢知影。所以这批难民。伊伫咱台湾的时阵，靠啥呢？靠热情，有情伫遮。好像讲，我着一顿土鸦，但是呢，我来即个砖头，甲你用了时阵，我霸占即个砖头拢我的啊。慢慢伊伫遐建立的时阵吼，讲啊，你看，较早伫遐多啦、台啦、杀啦吼，伊个时阵拢无坚固呀。啊，所以伫遐占地为王啊，占地为王。所以今仔。国民党的是因走路来接来吃，类似是安尼，所以各位年纪人我相信的，可能有经过会看得到，迄阵啊囡啦，迄二八事件，啊二八事件的时阵，阮遮做囡仔，阮阿妈拢讲啥呢？恁遮大拢爱咧避弹，迄落不倒卡，哦，介是性命的保庇安尼啦，吼、哦，阮遮囡仔拢避弹不倒卡，啊就无奈啊，迄落唔知啥物叫做政府啊。啊！唔知虾米人让保护咱呐？啊，所以我印象足深的啦。我那孙仔时咯，拢管阿妈拢叫米人不倒卡嘛。为什么呢？二八事件是咱高雄吼，在阵啊高雄，你知影也是寿山顶管吼，拢去完成。那安尼为顶管咧拍来，你知影？啊，所以你呐，伫农历行，尤其若讲咱女性啊，拢查某人啊是小姐，要出去吼。你若无你要变装一下吼，
拢去互因签报去。所以我大汉的时阵一直讲吼，吼、哦，阮阿嬷真正搞的啦。我阿嬷迄阵也是甲阮阿三个阿哥吼，阮三阿哥若要出门吼，拢叫抹呐抹黄连，面啦、啊、手啦、啊、吼，烧黄连啊烧干黄酸黄酸啦。吼、哦、啊就回来吼，拢足安全。遐中国兵啊看到讲这黄酸囡仔吼，连看也唔看。啊，所以过你知影吼。第一个时代，迄、那个中国兵个啥呢？就抢啦、强啦、干啦、杀啦。各位在座一个有较少年拢看无个，伊也想管你阵个囡仔尔，看到啊个听到。阮离公车头吼真近啦，伊阮细汉时阵，遐三民国校啦、啊高雄中学啦，啊过遐个车头，车头较早就喷水池哦，遐死足济人。伊只车头即马高雄车头，伊知哦。伊个车头即马因为地下道先移走，还袂移走的时阵哦，前夜后夜会靠地下道。迄阵啊，规个人拢烧牙去哦，周围也拢烧牙去。囡仔，你若出声，就掠出去扁掉去。所以囡仔出声是咧哭吼，拢啊嗯咧。你看迄阵啊，偌恐怖。啊，所以阮从细汉时咧看着，看着即摆中国兵啊，但唔知我即中国兵啊是有对来，是安怎来？大多妈妈伫大汉伫听的时吼，哦，是大人来讲啊，阿嬷来讲啊。尤其踢腿的时阵吼，阮老爸安尼，吼、哦，搁做码头呢，高码头，去安那迎接啦。讲啥物倒回祖国怀抱啦，吼、哦，迄报纸杂志拢安尼讲吼。啊，所以下下点点啊，走码头啦。包括阮阿嬷迄阵啊，赞成，搁叫阮爸讲，是啊是啊，去了码头跟接啊。来接回来的时候，我小孩在听老爸回来跟我阿嬷说，说好啊，那一阵子七甲兵啊，我们头不知道为什么叫七甲兵啊，哦，我大汉知道，说都排顶社会啦，大家都排在顶社会，啊，不然老闭口开，啊，穿草鞋啦，啊，腰线，啊，还两支穿，一支啥呢？一支在七九步穿，怎么呢？小牌七九步穿。啊，个另外是啥呢？你食水粉有无吼？各位啦，你较济啊，食粉啦，迄叫水粉，迄个枪啊，还叫水枪就对啦。啊，只派两支枪，啊，枪甲那破破烂烂吼。所以阮细汉听阮爸甲阿嬷讲，好、哦、奇怪啊！咱个中国个迄落吼，迄阵啊怀念一种讲吼，啥物倒回祖国怀抱嘛吼。啊，所以迄个念头啊真重，看一个有失望。啊，希望呢，因为刚迄阵啊，日本战败时哦，因为军队爱撤退，撤退呢，一部分在台湾，一部分在高雄的时阵哦，伊困伫阮三民国校嘛，吼、哦，因为阮学生也知影，去三民国校，啊，那日时呢，拢规个出来伫迄个教室门口吼、哦，拢坐伫遐等，但是是要等日本，所以我咧看先哦，伊个服装，军装有无？足清气的吼，这非常擦干吼，足金闪闪，皮鞋啦、裤裙啦，拢皮啊足闪。我奇怪，啊，这个战败的国家，迄阵啊，唔知啊，讲咱也是日本国呢，迄唔知讲咱的国家战败呢，哈，咱的母国战败，咱迄阵也唔知啊呢，啊，你搞囡仔尔尔，对不对吼？嗯，啊，这个战败，哎，战尔，战尔就是讲咱的祖国战尔，啊，其实中国那是用拍到哪部位呢？去往拍到走去要四川呢，哎，重庆要走山顶啊，对不对？迄若无美国两粒原子弹，甲日本炸落的时阵吼，迄中国捡着火烧炉啊，啊无中国人煞无伊。啊，虽然世人唔知啊，对不？当初讲哇，啊咧，迄落唔知讲迄日本是甲咱咧无国啊，咱只无国啊，唔知啊。所以咧搞起来，你看我年龄嘛，后来1940。那结合因中华民国多少29年嘛？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想零诶，啊，迄阵啊交会是15年啊。啊，所以看我本身也是日本囡仔呢，但咱现在不知啊。所以日本投降了的时阵，哇，中国1946过来时阵了，就规个大大小小拢啊改做中华民国这个。所以咱的新闻前啊，长时间迄条中华民国诶，啊，都唔知啊。啊！伫连演到即阵，吼、哦，加入民政府了，啊，这吼、哦，
咱个个强迫个，咱也毋是中国人啊，啊是啊，突然间拢变做中国人去啊，或者伊违反国际法啊。当初是你过来是迄阵时啦，迄个美国迄个麦卡锡时喏，用一号令啦，因为是美军最高统帅，所以迄阵时喏，伊个人叫蒋介石吼，毋是叫中华民国哦，伊是皖东军的司令嘛，所以就真吼叫蒋介石来来来，你过来即条只吼来参加迄个受降的仪式个呢，是蒋介石靠的机会。但迄阵啊，是伫中山堂的时阵哦，有啥有苏联、英国、美国、甲因中华民国的，所以迄个旗也是插四旗的国旗的底下呢。啊，伊是用迄个皖东军吼一身份过来，一苏联代表迄落的。啊，所以伊即马接来了是，伊就是讲，这個、台湾朋友的事业啊，又经过啥呢？经过1943年的开罗宣言呐、啊。所以这个人卡罗先生讲讲，哎呦，拜托诶！卡罗先生是讲战争中咱来讲讲诶，好，咱有滴要合作点着。美国人有滴讲来，你合作先来做拍日本的先吼，啊，有啥物要求啊？当然啦，伊讲哎呢，台湾片我以后人会当和完就对啦。和完因为当初是清朝啊，无条件挂号迄个日本的嘛吼，啊是挂号日本皇帝，毋是挂号日本政府诶，挂号日本皇帝。但这个时呢，以后有机会。哦，拢会讲这个问题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迄、那个蒋介石个时，伊当作讲啥呢？讲啊，阮就伫开罗先就讲啊，所以这个所在爱护阮啊。但伊这个错误是啥呢？因为迄是战争中啦，但是战了后时呢，日本和迄两个原子弹炸了后时，老实讲吼，日本提防伊惊讲佮死伤较济啦。所以关于全部导航，伊讲闹这个武器阁遐厉害啊！啊，这两个定规了吧？阮东京来说无伊啊，你呐。所以咧，关于全部迄落，啊，其实吼，这也是拢迄落啊。啊，其实美国来做两粒尔，迄阵啊，总啊共仓库拿两粒尔尔。啊，定点的时喏，就三型好够出来啊！吼，啊，所以迄阵啊，日本啊，唔知讲到底美国这个原子弹迄阵是偌济粒啊？吼，啊，所以两粒咧遐厉害。所以估计啊，总导航啊，导航了先吼，当然美国是并无把日本国消灭掉的，伊把天皇迄个位甲杀掉了。所以伫1952年，佮签迄个旧金山合约，合约伊就杀掉了咧，是规定美国就是咱只占领国。但长时间内底时吼，咱历史也无读到。咱的所有课本也无无咱读这条，拢搞咱读什么开罗宣言啦，讲啊台湾骗我啊规范中国安尼俩，拢甲咱讲讲这人骗咱的呢。日本当初放弃的是，伊无讲不要伊，不要伊，不要伊啊。我放弃管辖权啦，管辖权啦。但所有权那是要日本天皇来得。这管辖权，你讲你家占领，你有管理，通来处分啦。但是这期间搞了。这个所在要解决，按之后安那呢？国际话这吼，我给你占领，但不能并吞啦。你较早拿不能以前的心，拿不能以前的心啊，这样。我攻到对，我占到对的心哦，我会在迄个所在来并我的国家的啦。但以后就袂使，所以你也当然占领，但是不能并吞。就领土安那呢？是美国哦，或者全一半的地球拢因的，啊，像迄个英国啊，伊若卖互伊独立的。对不对？三四十个国家的拢遐，按拢伊个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有啥比赛，所以不能并吞，所以赶快增援许多美国的心哦，伊个攻击本失败了心吼，伊个天这点是破宪法啦，叫做和平宪法。和平宪法内底有规定啦，所以日本伊家有自卫军哦，伊袂当有国防军呐。迄、那个自卫就是讲有人个解搏的心哦，你才要还手啦，啊！你袂使主动去打人啊。这是对国家的时候，对无正常的国家较受人限制，所以最近呢，日本的首相安倍，吼、哦，伊大讲啊，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，啊，个人奇怪，啊，你日本啊，你联合国内底啊，闲啊，他还讲无正常啊，哦，但是感觉足奇怪呗，过了十当内底的时阵吼，闹着日本对这首相讲，因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，阮即个是了12月，吼、哦，去全国新鲜。
啊了，去甲迄落日本铁路接收啊。另外安倍伊挂迄个印尼骨带，含我都受伤啊。安倍啊，迄、那个受伤。啊，所以阮迄个整个形象好，也是要甲天龙接收也好，伊就派秘书拢伫咱台湾民政府诶附近来甲因看。啊，所以为虾米诶时阵哦，秘书长可能会讲到，有咱含日本含美国关系。慢慢是因为咱教育内底，咱介绍咱含中国关系尔，啊，其实上有关的是咱美国甲日本，因为按照旧山合约内底，咱足明确写伫遐，但因为咱伫国民党长时间控制下，啊，你控制啊，毋是像咱一般尔呢，连民进党遐卡小都过于都搞糊涂伊啊，民进党的心你也看。遐老博士、老教授、老学者呢，就把大汉呐呢，遐足奇怪吼。遐毋知是伫迄个教育内底吼，输迄个读书、读呢输这一款呐。啊，但是阮老输掉呢，但阮输掉咧，阮咧排斥哦，因为阮一直认为讲，中华民国外来建国嘛，迄走路来嘛，全世界无当走走来咱家呀。阮从细汉一直有这个观念啦，当初伊拍输的时喏。想要走了，要走对了，有三个所在啦。一个我已经知影的吼，距离要走了，西藏，距离海南岛，距离就是台湾。吼，啊，迄两位老实讲，拢唔是会当走的所在嘛。那就选台湾，啊，所以咱台湾做派运的。啊，所以佫想想看，这可能爱经过吼，台湾爱经过这劫难啦。因为当初就是大战的时，麦卡萨伊本来是战略性，叫咱来主导攻击啊。我即块都攻了，当个攻迄块，但伊伫刘洪岛的时哦，死伤真济啊。阮即个教会去美国，吼、哦，就是咱的当面政府去啊，举行迄落周围记者会时哦，阮个伫迄个华盛顿里啊参观啊咧。美国兵啊，为着要插伊美国旗啊，吼、哦，用雕刻，吼、哦，雕刻了有够水的，够够神啊。迄个时啊咧。伫硫磺岛迄带啊，为着要插伊美国旗的时哦，死伤真济。所以麦克斯伊个想先，我若即块岛即块讲的时哦，唔代表死伤偌济啦。所以规个跳过台湾，啊叫做越岛攻击啊，吼、哦、啊越岛时呢，哇，搁咱岛的命运了，都要跳过的时哦，总搁另外一个新的命运出来啊。啊，所以安那呢，迄阵啊，日本以前就讲，美国可能攻台湾。所以伊家伫中国东北个所在吼，调两师迄个皖东军呐、啊，迄皖东军是日本来的精锐部队，你知影？足优秀的，所以莫怪我思想讲，嘿，人家要天上倒转的吼，遐真正咱看来对伊足尊敬，到我大年时啦，对足尊敬。各个大个时吼，迄、那个日本兵啊，有够军纪有够好个就对啦。吼、哦，我伫大汉个是回想。吼、哦，原来遐就是吼、哦、日本的皖东军呐、啊，因咧也个排迄阵啊排迄个武士刀哦，迄队长遐啊，啊，阮囡仔唔知影迄个抽，吼抽台金下下，啊，伊看阮这囡仔拢把劲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迄、那个只皖东军就搞到天山等于迄落等于台湾呢，拢无发生激烈的战争呢，主要个啦美国迄、那个美日搞的吼、哦、来轰炸台湾尔。啊！做咱细汉伫读个时吼，拢会想讲，啊，就是日本来轰炸，啊，美国轰炸，到底是咱含中国咧战争，还是含美国咧战争，还是含日本咧战争咧搞袂清楚哩个啦？而且历史互咱搞混淆伊啊！慢慢伫大个时吼，阿哥所读个历史，然后照着当兵政府个时咯，哇，哎嘞，较早个历史拢白读个，对吧？拢会扭曲个，你知？所以讲迄个时阵，伊讲啥咧？讲屋企那话，就是即马琉球啊。哦，因讲重生岛遐时喏，琉球。哦，现在讲遐时喏，美国人啊，我要侵察侵王啦。所以我规期吼，直接攻在门口顶伊啊。所以个屋企那话都跳过咱台湾。所以咱台湾的时吼，即、這个命运，我有当然咧想讲奇怪，咱台湾卡呢，全世界无像讲咱台湾这种命运的奇奇格格啦。啊！那如果二次大战了，美国总统有宣布讲：“来，我要撤军，
咱台湾那真正讲吼，唔是即卖状况咧，个无宣布撤军咧。如果伊个迄个参议员讲来啊，代志结束啊，安尼我为台湾只。啊！就讲话伤大烂，迄个电话冲去，我较早是伫内底，今日总无用电了吼。啊，电袂行，伊啥？一条线电袂行哩啦。吼，小戴来讲着白色之恋的心咯，我来讲迄段，然后那电啦，啊，电袂行吼。原来我天生有迄个压力较悬的安尼啦吼，应该无电厉害。啊，所以当安那呢，因来秘书长的心咯，去告别各位，应该够行，你知？啊，阮较早政治犯吼，我做个当出来嘛吼，你看吼，伫个绿岛吼，哦，绿岛吼，我是讲研究所啦，叫做讲者较好听，其实咯，一个所在只一间校园有校读甲无学校啦，一间即马关关起来啊，即马你用参观啦，啊，过因老迄个机会绿岛时阵吼，绿岛伊啊叫啥呢？迄个人关园。迄个一个叫做绿洲山庄啦，啊，恁老机会去遐看吼，遐个要我的相片伫遐看啦。啊，但迄阵较少年啦，迄阵少年，恁看会看有，伊内底会较有写名。啊，我咧纪念碑吼，是为涂骹伫床个底啊，那个伫卷起来。人纪念碑是彩灯管的吼，阮遐收人家纪念碑为下骹做倒起来啊。迄阵李登辉吼，吼迄个。阮要开始的时阵李登辉有去遐，就是阮地下室去搭遐，李登辉真好去吼。啊，所以这间校即马无啊，拢咧用参观呐，伫绿岛遐吼。啊，即小戴来讲着吼，我等来讲。迄、那个，我即下题目讲着白色之恋吼。啊，先爱知我的名，为虾米？因为咱听对人讲啥话时吼，因为阮讲话爱负责嘛。有人讲话袂咧青菜公公咧安尼，啊，所以必须啊，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讲的，吼、哦，当然是寡那呢。咱读近代史的时阵，为人会讲肖像，但我大约初级班，我咧甲各位讲吼，咱免阁研究遐偌久个呀。但是呢，这三四百年来，足简单，咱来知影。咱为西班牙、荷兰、地心公，我咧清朝、清国啦。先过来日本，啊，日本人呢？哎，中华民国。所以呢，简单吼、哦，知影即个为西班牙、荷兰，啊来电信公，啊来清国，啊清国来换日本，日本来中华民国。咱作为台湾人，大概即个时间吼、哦，安尼小可有几啊条代，安尼了解一下就会使啊。啊，咱台湾呢真悲哀呢，你从开始。和葡萄牙发现讲哦，这福尔摩沙，一个真水的一个岛屿了，已经是登澳洲嘛。澳洲了咯，底下咧臭皮臭大，讲吼，我为东南亚来吼，看这所在有够水的，创啥呢？哎，西班牙的时候舰队就先来啊，你嘛，哦，啊来因为淡水，就是为台北，哦，这什么阿门峡嘛，因遐定了。伫下到尾在荷兰，因伫澳洲了听到哦，换咧舰队来。但因为为了安平啊，为台南起来，所以到荷兰哩较强，把西班牙赶走。啊，所以呢，你也想讲咱台湾第一个时阵呢，因做贸易，也一个基地啦，吼、哦。因为台湾确实唔是个所在，爱做一个基地。所以即马荷兰哎，因也是做一个基地。但荷兰电信公赶走了时呢，啊，那是做一个基地。为什么？伊讲要反清复明的基地啊，啊，就跳板啊，啊，不要了时。换清国，清国的时阵吼，换日本来这块呢，伊那要做啥？南进的基地啊，吼、哦，日本人当作要南进、南进的基地啊，嗯，啊，即卖了换中华民国来时，换啥呢？要反攻大陆的基地啊，吼、哦，拢基地了，对啦。啊，所以咱台湾起来叫，按讲咱做咱的基地，但即卖有机会啊，要做咱家己的基地啦。那因为咱过美国政府了的时阵吼。我特地，咱的秘书长的时阵哦，确实有相当的智慧啊。
这不是一半的人，即马人哦，公婆唔值钱啦。即马话来讲，阿克尔啥，阿拉经过酒山会，当初卡拢无人买公车啊。你卡无人见证我人权，有酒山会，有国际法，你要告美国啊？啊，即马来讲大陆也讲啊，啊，从我即马来也讲啊，啊，咱以前卡袂晓过啊，足奇怪吼。啊，所以我讲的是吼，迄、那个，我政治受难者吼，当初一个。啊，个别行了吼，我发觉着咱必须你个行了，我也感觉怀疑啊。啊，你也无和迄个国民党、中华民国迫害啊。啊，阮有呢，阮一关了关十五档的时吼，阮竟然个别行，啊，你也无迫害，是哪个会行？你是和中国迄个迄边啊，迄边遐个乌六七的，你办学啊吼，去和你歪言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也有迄个命走到回来吼。所以你搞一个发誓，优先级呢，要为台湾来拍拼，好，这个人改变你的文明。啊，但是奇怪，你个会行。所以我个进一步的时阵吼，当然每一摆当面就以前，老是咱徛在门口在看啦，就看在门内底，唔知变什么样啊？啊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哦，啊，内底个什么款人物拢有呢？啊，奇怪，看伫内底咧创什么会呢啊？哦，咱徛伫门外看门内代志啊！你无入去门内看内底，门内是咧创啥物话？啊，敢知影讲，是台湾民政府，啊，讲个别讲，奇怪。所以我过前来咧了解了时阵吼，我拢打入来，打入门内大看，做伙是咧变啥话？吼、哦，看原来必须那种用迄个啥，迄、那个标的，含我较早无共。所以当我发觉讲。一个会行了的时阵哦，讲啊，台湾为这条路，咱要对国民党、对中华民国吼，要文甲武拢输伊啦。包括咱即摆民进党讲号称几十万党员，啊，你也无啥物皮条啦，是毋是呢？为了惊法律，啊，即、這个法律呢，都安那上天赐予咱呢，安那想你若无啥想讲，靠这条法律会行就对啦。如此大战了是同款咯，蒋介石伊来就越南吼，有二十万的大军底下，伊万众军嘛。但是咱越南出一个高人，胡志明，人伊知影啦，伊无多伊，但是安那呢，伊都拜托法国，就叫法国那的时吼，把蒋介石赶出去。讲迄个时阵，咱台湾也无迄个高人诶。甚至讲，咱台湾人甲美国国民讲啥来讲？啊，我是台湾人，啊，那是中国人，哇！啊，国民讲好啊，啊，你也台湾中国人，啊，归去落迄个中国，恁底下管好啊，管好啊，这就是吼，咱的命运啦。所以这样回想起来了时吼，咱用脚踏六十几档啊。所以当咱的秘书长迄个时吼，电话呢，吼，结果哎，你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哦，这要属性呢，因为咱较早唔知啥物叫做本土台湾人啊，啊那分咧台湾人本省的，啊什么外省的呢？我较早提迄个分呢，啊外省甲加迄落尔，啊其实是唔对啊，啊咱是本土的呀，还是中国人啊，还是外来用部队用钱过来甲咱压呀，啊所以阵啊拢唔知啊，啊来选举就讲，哦啊咧本省人，啊什么外省人？所以我即摆已经改过来，无你外省甲本省啦，啊，我就是本土的，你是中国人啦，啊，什么什么外省甲本省，咱阿咪省啊，咱从开始也无省啊，无迄个省，先啊，你本省甲外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伊就甲你呢，南南的叫做中国人就对啦。啊，有中国是你也看，伊特地是喏，迄两块石头，就金门马祖啊，迄是中华民国的啊，迄含咱就无关系啊。但为着啥呢？表示讲，我中国姓咯，最起码要有两姓诶，一姓啥叫台湾姓，啊，一姓啥福建姓，啊，叫福建姓还两块石头尔。伊为着保呢，老实讲，中国伊那厉害呢。中国伊不爱和这两地吼，含中国有切断关系啦，迄个系带关系你知影吼？迄大灾啊，迄个出事诶就是系带，啊，你把切断也是咯，无体连连做伙。我中国点解袂高人呢？八二三就拍心咯，伊也无想要真正甲你提那个石头啊啦。
但是你中国就是国民党，因为着要保护讲我有拥有中华民国，拥甲跟大陆有关系，所以你也看讲去建设金门甲妈祖，遐拢用啥呢？用那钢筋、水泥，拢用台湾去，硬贴起来，保护那个石头。阿爸跟甲讲一下呢，佮有咱台湾人去做兵，底下共匪要打共匪。啊，各位，讲到共匪哦，就爱注意啦。因一开放了时喏，有足侪咱的欧巴桑吼，走去大陆佚佗啦，等来讲，啊奇怪，我卡拢无看到共匪啊，去中国大陆佚佗啦，讲啊我卡拢无看到共匪啊，所以咱受教来滴讲打共匪的时阵吼。咱就讲中国大陆遐拢强匪啦，啊，所以咧，这个错误观念的心哦，你怕强匪要紧，咱大人是为什么意见？为什么意见？为什么来做呢？中国兵啊，去台保护那个石头，结果咱的大人死伫偌济地啊，搁伫遐做水鬼啊，去学水鬼啊摸伊，我咧想着拢足艰苦呢。今仔你国民党的心，为家恁两党的这个利益心，你比较早反攻大陆，这个政策改掉去啊！偌济大人为着你讲迄两个招待牺牲偌济，为着你个反攻大陆政策，我偌济人伫个政策内底拢掠去坐牢去关啊，弄得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。但你今仔日，竟然会当含中国迄边把酒言欢，底下啉红酒，对起咱台湾人嘛，对起咱为着当初的心哦，去保护金门妈祖咱家的先民吗？所以我想起来喏，都足艰苦。为什么这政治人物敢舞弄啊？为着你讲要保护金门妈祖的心，咱死活在台湾底下，竟然哦无任何保障。所以我甲咱的秘书长讲，我记得美军时代，咱当民众集结的时阵吼，把所有大人伫中华民国遐牺牲的呢，拢爱做了充分的补偿，包括说以后也要更加顺从来做补偿。咱无多人，无多啥呢？那对国民党讨厌的小的等啊，但最起码，等于说离开的时阵呢，所有家。不公不义的东山拢爱留落来，所以真呢，赶紧的宽保护啊，赶紧吼金银财宝吼，赶紧的用来要浪讲，恁各位人看无吗？因主为公家机关内底甲你克扣油啦，伊袂当甲咱私人的机关甲你压榨，所以叫油电双涨。迄真可恶的代志哩啊！伊咱台湾经济状况，油甲电根本无需要去的。但为啥要去？咱个四大基金呐、啊，甲今仔日民进党都把咧监督，遐四大基金到底有对去？伊想咧保咱台湾的这个咩？我国民党了乌龙蛇的西龙，各位，咱只能感谢好在美国，伊暗中。你敢保护咱？啊，那无咯，咱规个都干啦，和这个马敢平这个程度吼，规个连仓库的物件拢搬了了啦，像咱存西汤无搬两年啦。所以各位吼，给老机会来这个上这个课啦，咱不是咧煽动你哦，不是，阮是咧讲一个属性尔。咱当年描绘的是甲今仔日来。为什么我参加民进会了，把所有咱讲个东华活动啦、什么活动拢切掉去？还都无路用个呀，还假了那的呀？几十年来，咱参加民进党的心咯，假的假路的心咯，那拢个啦，台湾是咱台湾人个。吼、哦，话个少些，结果话几十年有效无？还都无效啊！台湾人咱台湾人免花，你表示唔是咱的，唔当花。啊，是什么人诶？无让咱知影真相。包括民进党插伫这选举内底时阵吼，同款含国民党哦，已经合作，列出来称咱台湾人。
中华民国你选举，应当要合法化，这一点。另外一点的是吼，中华民国对台湾配合无主权，但是你在野者为了选举的心哦，甲甲做伙。我改民进党的心哦，咱的民进党也挂起文写啥，你知影吼？台湾主民主决。各位听到哦，人台湾主民主决，安那有一点仔意思呢吼？无最近咱带你遮的人老管理，哦，咱主民主决嘛，要以后何去何从，咱会来决定嘛。哦，这样也袂歹啊。但是呢，当1999年的时候，民进党甲咱改，改到我本身党员我都唔知哪方改的，就安怎方买的都唔知啦。所以家己想起来足见笑啦。咱是资深的民进党员，伫1999年的时候，是啥物情形改？是啥物人改？是啥物会来咧通过？是啥物人建议的？甲恁讲啥呢？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哎，安尼听听也是爽呢。因为阮早期就是为着要主张台湾独立，开始坐落呀。但是呢，下骹骨敢写啥，你知无？咱的国号叫中华民国，哇，我爽三秒啦，啊，都气一世人啊！中华民国，甲咱讲台湾朋友，咱的一个人咪期盼啊，你知影无？无一个文件内底，台湾甲配合是你中华民国的，无一个文件啦。包括民进党含咪讲去修宪，罗立廷伟讲啊含咪修宪，蔡英文讲啊含咪修宪，好啊。你修宪内底吼，无一条修讲台湾配合是你中华民国的啊，就国语领土啊，干那用迄个宪法一中宪法，吼安尼宪法。中国大陆人拢理解呢，迄不管侯伯尊讲外蒙古来引来啦，啊！你看有这种人啦、啊，人外蒙古来独立地带咧生活迄落啊，那你不看伊还啊呢？当初变国民投票是95%，因袂跟含中国有关系呢，因家己生活呢，你莫看讲饲牛饲马啊，因一番机会呢，因家己95%拢同意，因无含中国有关系呢。所以当初时空背景无同，迄阵啊周恩来、蒋介石拢希望阿外蒙古恁家己处理啦。啊，所以咱台湾和这批这笨手过来时喏，感觉啦规个拢啊糟蹋呀，扭曲歪曲生活遐价值观，规个拢扭曲呀。所以咱台民政府时喏，未来迄转型正业工会好有够济啦。我本人可能爱负担一部分的转型生意了吼，我咧想起来，这头壳就大啊，因为这60几栋来这粪扫是足歹清的啦，足歹清的哦。所以我讲，中华民国伫吉大家的时阵吼，阮做细汉爱伫家伫大汉，坐落出来，咱绝对无私心，还佫参加中华活动。迄阵咧也无民进党哦，迄阵叫共进会。我来咧参加，民进党成立的是，但哎，咱的本土的正本土的政党起来，但迄阵的概念内底吼，也无想讲中华民国真的是违法的呢。迄阵是讲好啊，吼，咱民主要自由啊，爱只民主啊，爱当有政党来参加，吼，迄阵欢喜干呢，讲话都拍破迄个概念，啊，其实呢。即摆想起吼，那是爱用笑就对啦，真正爱用笑。啊，但迄阵仔心态就讲，好，咧拍破迄个，啊，咧拍破东京嘛，好，啊，个咧报出来咱自由，咱不听啊，就感觉足欢喜安尼啦。啊，个咧控制遐老产哦，有遐干位、立位有无？甲国台遐老产啦，一当因5000外个人哦，咧立位、国台、甲干位啊。迄间食了比一当了食偌济，你知影吼？迄大拢部长级别呢，所以阮当初控制遐老蔡的国代，伊阵啊讲35姓啦，按把紧呢，佮内底每一个官啦，拢有一个国代啦，所以大概3000几个国代啦，各位，3000几个，各位唔知影，后迄个国代啥物呢？屏东有一个吼。
国校的，你知影？共建的，你知影吼？哎、欸，校工啦，工友啦，你上下个锵锵锵，嘿啊，一夜之间就对啦，请去台北要做哪做国代啦，啊，这熟悉啦，啊，你去关内底吼，啊，去关内底讲讲迄个国代跳呀，无人啊，啊，都因查查讲，啊，就迄个工友都要对一省对一关的啊，代表去关做国代啦，安尼啦，一夜的，一夜之间就对啦。吼、哦，都变凤凰出来，对不？一个工友都变一个国代呢，你看嘛。这中华民国体制内底靠安尼啦，啊，这熟悉的我唔是乌白讲的哈，这熟悉的。啊，所以阵啊，三千几个国代，佮一两千个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佮迄个干部四五百个，规日通天食老米的，所以阮阵来去抗争呢。哎，因也感觉讲安尼有滴压力减呢，哦，什么减半啦、啊，减偌济，滴落安尼吼。啊，这样做欢喜啊！哎，表示咱抗争有成哦。佫有一个抗争的心咯，上加趣味的迄个总统直选呐。哎，讲话迄个总统直选吼，阮伫中澳东路，伫赤楼过来呀吼，困五日在遐啦。暗时啊路吼，阮就徛起来，啊来拍打，阮就去接咧。抗争总统直选呐，就是讲，迄种来想法，嗯，啊来总统直选的心咯。咱有国家，有总统，有人民，老些土地拢有啊。的总统啊，迄种啊，所以做想个做幼稚啊。咱伫遐争取的时阵哦，互人坐一下爽歪歪吼，结果对台湾也无解决啦。总统选上伊当初的时阵呢，因叫做间接直选呐，间接直选呐，就是你国代出来了吼，爱用国代投票啦。啊，那总统选上是用老百姓直接投票啦。所以迄阵啊，阮就建议讲啊啦。总统直选，但是呢，我讲各位，阿辉阿迄阵来反对总统直选呢？为什么呢？伊说国代吼，因千外尔，到尾也拄啊剩千外尔吼，因好控制呢，啊，所以头呢反对，无赞成。但是呢，这个有迄个国外进步入来，讲啥呢？宋美龄，唔知要摕几百亿哦，买收遐国代啦，伊知吼？啊，一人五千万啊，一个五千万，啊，十个五亿，一百个到五十亿尔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人五百亿，美国广东银行伊大股东呢，啊，伊钱拢会对来，啊，当然当初伊造出来的时阵，九十七卡，迄个赔偿啊，拢无检查啊，华航下飞机，伊一人出去97卡。哎、欸，迄、那个拢处理啊！你看内底藏偌济，咱台湾的金银财宝伫内底，迄真可恶啦！啊，伫美国广东银行啊，就听到阿辉阿讲，哦，啊，那安尼咱算输赢呢，对不对？大企业家迄种上大的张荣华尔嘛，我上加给你那二十亿个偌济尔，我讲给你200、2000个，无可能啊！啊，你算起来，我都变输赢啊！所以这些是无公开、秘密的事咯，感觉哎呦，安尼顺这个势，后面就讲直选啦，是安尼来呢？无当初讲我清华较紧课啊，但当来选的是100%输啊，对不对？咱有钱买啊，国代啊，钱贵啦，做好买嘛。啊，所以呢，后要顺这个势，啊，不然修改总统主席是安尼来啊。所以这吼。近代拢真少咧讲这个代志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人总统做着啊，迄、那个空气领导坐了作爽啊，啊，若出来路人哦，一路拢车顶啦，啊，卖选到啥物叫红灯啦，啊，一路车呼呼叫啊，对不对？迄种咯，啊，到台湾这个都袂记起啊。当然，你这个国际地位的时吼、哦，为什么较无法当利用？咱当然咧做总统的时吼，赶紧免啊解决啊。包括阿扁也时阵来烧香安尼啊，阿当阿扁也夹着啊，伊想要解决阿但无多啊，阿别个头家阿这袂使，这袂使，这袂使，阿这袂使讲一，迄袂使宣布一，阿夹着啊。所以今仔日咱查民政府了先哦，较知影足济哦，是当然你就是讲选着，阿但无想你是个总统，因为安那呢，咱要宗主国嘛。咱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嘛？为什么来选掉了？一定要美国的电报来，你才公布
咱较后尾就承认讲你是有合法选出来的总统。迄阵咱讲是总统啊，其实心目中个定总统尔尔啦，总统是咱家己咧号的啦，是毋是呢？所以你要看讲像即马中国派些陈伟霆过来尔，啊，企业就收收起来啊。买地等的时阵，所有联系人拢拔拔起来。啊，你哪一个国家较惊呢？所以是对来咧甲你骗的。伊这新主白爱心为中国走路是歹来，包括迄部宪法，因伫中国是做出来，这部宪法还袂用着，啊，就歹咧对因走啊。啊，走了台湾的时阵哦，总用这部宪法出来呢，总整个金钟大甲你打掉了安尼啦。所以咱台湾人的心，啊，就命运真歹，和这金钟大打掉了的时阵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慢慢呢。小个弹一块骨头出来，啊，就撑架。所以台湾人个悲哀呢。所以长发双髻的时阵，我哩做那台湾人唔知呢，个长发算，啊个双架个欢喜架，为什么呢？吼、哦，你讲光叫吼，你拍到国民党，干那想讲要建下国民党念啦。各位你哪咧支持民进党也好，那是讲吼，安尼即个国民党袂使掉，咱就即民进党掉尔，拢较想安尼尔。啊，阮早起也是想安尼啊，对不对？你讲在座恁这代人也是安尼讲，袂使有国民党掉呢，对不？啊，若支持国民党人掉来呐，啊，国民党这个阮亲戚朋友、阮同学，哦，我支持国民党，迄阵也无真大意识啦，无想这含咱台湾的整个地位无关系啦，搞得我来选举你啦。来总统的时阵呢，咱也想讲奇怪。台湾哪讲所有总统啊，当然只无咧承认啦。但伫以前的时候，咱讲我咧选总统啊呢，吼、哦，结果因拢爱走队，走美国，啊走哪？走日本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伊那无要走中国，还走苏联啊？哦，伫台湾咧选总统啊，恁大家想看卖？啊，拢走这两个国家，啊奇怪，拢无敢讲为啥你爱走遐？对不对？啊，你也未走队，未走法国啊？啊，未走苏联啊？哎、欸，奇怪。结果伊拢无变眼讲哦，啊！你若是讲，迄、那个美国咱的台胞较济，中国的台胞佫比较济，啊，为啥无变中国？所以各位在想，这含中国根本就无关系啦。台湾即个大选举的时阵，是含美国是不有关系啦。恁来读台民政府来参加这考了，就慢慢恁恍然大悟啦，是不是安尼呢？较早咱毋是拢蒙蔽啊。今年年中哦，必须有讲过啊。美军是要正式入来，即马是唔是偷偷啊？因即马是暗中入来，伊安那无爱想过较低调，无爱惊吓，因为未来台湾这个政局爱啥呢？爱无缝接轨，而、啊、无缝接轨是变哪？这毋是咱智慧想会到的，但美国专门咧耍这套的。伊在边啊处理，国民党伫遮个时阵六十几栋啊，迄金吼是定金来啦，你知影无？迄像讲大树头了，迄大树头的时吼，迄金啊定案吼，你那怪手吼，要搬迄金哦，哇，不但搬无起来吼，你的怪手煞歹。阿边啊，就先定金嘛，吼、哦，啊所以你看，美国自然个个美国了是一开始吼。就咧切断筋啦，恁可能看无，报纸也袂顶啦。但是阮知影，伊拢安尼做。尤其是安那呢，迄、那个一零年，咱伫华盛顿 DC 呀，第一次底下上酒会，美国国当里派来只上烂两支机啊，即两支机啊，啊底下，伫平遐有无？来来，你看下，看平遐，先两百度啦，有看到吼？一度。一个迄个奥巴马代表美国，个另外迄两只狗啊，迄两只狗啊吼，诶，主要是后边吼，天皇日本天皇啊，迄二重桥啊，因为美国为什么上你这两百度呢？伊也无该讲啥呀？意义在哪里啊？这个看你的现实，我上这物件，你能意会什么会？所以，咱来秘书长的时候，伊就袂高兴去因中华民国护照出去嘛。
对不对？我本土的台南，我现在给你学着，袂高人。啊，所以是来个人呢，吼、哦，在遐读书出庭。你到尾九岁时呢，伊也无出嚟。在美国相关的单位上这两百度，叫伊专登来给咱的秘书长。但秘书长看这两百度，微心笑嘛，尤其含咱论述完全的肖像，就是日俗美将。所以这两百度足简单的尔，互你看这两百度。蔡英文要选总统哦，中华民国总统不是咱的总统啊，咱就要分清楚，不是咱台湾的总统，是中华民国总统啊。流氓的就对吼，美国时呐送伊一个旗啊，啥物？美国旗。伊当作讲吼，一百旗吼，啊台湾200块就买会到啊，一百旗了，中山总部拢藏在拖下内底啊。这你不甲挂起來，啊咱就甲挂起來呢，伊毋是啦，无挂。所以可见咧，助人团内底现实无够，对不对？你条条千里来我美国。我美国上这美国旗啊，意思，你算唔知啊？你是要所谓啦，所谓总统的候选人呢？所以表示无够的现实。所以当地美国的时阵呢，甲美国讲，中华民国是流氓的政权，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。在美国上，这符合我的外交政策的。目前也是安尼行的吼。结果安怎呢？你等下在乐港公园在演讲啊，讲伊那伫高雄咧知影吼。你人讲安怎讲？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，台湾就等于中华民国，因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伊的国号叫中华民国，所以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划等号。你也想，美国听到那料信哦，就瞪得啊你们，好都瞪得咱无看到了，哦，但是呢，根据外国诶美国的来讲，瞪得啊，为什么呢？既然你参与的时候，你欺骗我美国，你而家甲讲的呢？啊，你等要选举是讲的呢？这人讲的叫做政治佬啊，选举佬啊，这对美国来讲是足刺激的。美国真怀疑你是哪呢？你是要做诚实的，你是安那表示吼，你袂使任何作假。所以为什么吼各位来想袂通？大个了。啊！你调在前早起上课，啊，无咱当出人哦，电视开咧，啊，恁只下讲啊，我那个专业的当听你咧讲课啊咧，好是不是呢？但为啥袂使？因为这是作假嘛。包括恁上课了是闽南下播，为什么让摆地下翕相？啊，你若无咧是那人头啊？美国真知啊，你民进党好在国民党啊，拢抓着人头，所谓人头啊。啊！你若上课，你啊不管你十个、二十个、一百个，上课你啊翕相起来，假如美国一对咧到底吼，你毋是人头嘛？你是这样来才上课的嘛？所以呢，你上课甲符合你的相片，所以表示你真实。你若如果讲吼，无来这上课，我讲吼，迄个造假，美国根本无咧承认嘛。咱用视讯落啊，哪咧啊？各位大人当存电脑开咧，当存落啊。好、哦，看到去走来遮，所以这道理我今日讲，阿大就清楚啊。咱有一届遮的时候，高级班哦，300几个啦，坐不落啦，底下坐不落啊。阿伯大，临时拢分两班啦、啊，一班伫迄边乌心队的教室遐，伫了后壁迄带遐，啊一班在遮，结果这边用视讯咯，啊一边在上课。美国学生袂使，啊你知吼？啊！你无多少人在这边呐、啊？你也上轮啊？老师那边讲了过来加，啊这边老师讲了过一边，交叉安尼啊？啊！恁头先无想到这個，啊！就规工来啊，300几个做一个上上的啊。所以安那呢？美国这经验呢，无好恁做假，你系卡打实地啦。所以今仔各位呐，我是讲，吼、哦，我着搁开钱，啊，搁照相来这来这，单纯的电脑开了了啊。两上个都袂使咧，是袂使。所以美国是这种国家的个呐。美国你若信用真无用，你信用若无用哦，系啊，你一生做歹鬼，你着做假友啊。所以你美国为什么要做重视你的信用？你爱在你若有信用好心哦，你处理哦，拢总电气化，拢把紧。你知哦？
所以电器外新，啊，就拢来拢贷款，拢贷款，都卡刷的如啊，你信用好嘛？所以美国是重视的呢，所以这个国家系强。我讲的像是苏联啦吼，因较早，因叫做啥呢？迄个无产阶级吼，共产国家啦。因的苏联公啊吼，人的师傅啊，马克思、恩克斯啦。因的反对啥呢？反对个资本主义啦。因为资本主义的啥呢？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啦。所以人咧讲美国吼，迄个资本家啦，资本主义社会内底剥削工人啦。结果安那呢？白白这两个集团的发展，吼、哦，咱美国上国家的时阵哦，生活富足。啊，美国迄个所在，不苏联的呢，干那买大汽油那个排队，啊，买面包那个排队，应该想拢无呢？啊，我这是无产阶级哦，啊，大拢做迄个啊，像那迄个剥削的人，那讲咧上班啊，咧开车，那有可能啊？所以，个一家因呐，要参加联合国开会的时阵咯，伊就叫安那呢？迄个赫鲁晓夫吼，你去陪伊无？去陪伊伫迄个联合国，去个共岛啊，迄个啊，伊叫来美国吼，政府安排要参观美国工人的迄个工人的生活的一挂条件就对啦。我台美国政府就好啊，你安排，我来安排啊。迄过来个州吼。迄工人的所在咧大个吼，入去拢电气化，马紧呢，后两台车、三台车，迄个苏联咧讲不可思议呢。有两台车，伊像是阮部长较有啊。伫苏联迄个集团内底，部长上靠两台车呀、啊。那有一个工人后两台，啊后生要上台啊，搁赛车，后三台、四台，安那想都无可能。迄个苏联，你安怎讲？你知影？伊讲嘿，这可能吼、哦，美国政府吼、哦、安排啦，迄个橱窗的啦，那橱窗因专门，你知影无？专门咧用看的，迄个橱窗的，迄种迄落对啦。所以安那呢？甲美国政府讲，好咩啦？我家己叫阮家己的大使馆来安排落啊，就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吼来安排落啦。安排先吼，美国大使讲，哇，但是要安排咧，因知影美国的工人吼，拢相像啊，达州拢相像安尼啊，用安来因要创啥，啊都刷卡咧，所有电气化都拢规个拢内底拢相像啊，吼、哦，家家户户你看袂出讲吼，伊闪创啥，你唔知我是工人啊，还讲好阿大，因老大讲要看就看那个错啊，去就看。诶、欸，奇怪，遐安尼啊！啊，即讲含美国政府安排拢相像，但个咧安排伊来相信啦、啊。美国政府讲出装咧，诶、欸，啊，你个安排，那是，迄、那个大使当啊，所能讲啊，讲吼、哦，免去看，美国各州来这工人吼、哦，家庭生活拢安尼啦。哦，迄所能，迄等于了先吼，应该开始讲，啊哪呢？咱苏啊，马克思、恩格斯遐讲的吼、哦，诶、欸。这含这个完全无对等啊，是不是呢？那剥削人迄个配套机制有工会啦，伊薪水内底我出钱你出力，但是一个合理的那报酬，所以你生活来，诶，生活在付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像因咧苏联咧，搞白咧叫苏修啦，修正。那修正的时阵吼，所以阿毛诶毛泽东啊，迄阵讲，嗯，啊，你是要违背咱的做啊？就是恩格斯、马克思迄、那个理论，你较会使，为什么要收修？但是呢，让所有人收了，哎、欸，会当啊拥有小资产。我这个地，我这个所在吼，我来饲鸭、饲鸡，我家己当使用。啊，我来种啥，我当私人的财产做啥。慢慢来为小企业、中企业啊，慢慢地大开，所以慢慢来改进的啊。啊，讲的时阵，中国的时阵拢笑的啦，尤其苏联这些老大的嘛。叫笑的，到尾也想想，哎、欸，啊，结果人修改了个咧未歹呢，所以迄阵啊，中国还佫笑啥呢？暗时啊咧跳舞的吼，叫做腐败资本主义生活啦，袂使跳舞一个啦。较早两种衫领，你会记无？蓝色的加迄种土色的啊。所以迄阵讲是蓝色蚂蚁、灰色的蚂蚁，就规个
关中国大陆是几亿个衫裤，咱要穿少双。吼、哦，啊，即摆呢，修正了时吼，人苏联的修正了，啊不，诶，老大修正啊，唔是咱省的，诶，马紧，啊，给他修正。所以有点拥有私人的财产企业，啊，大家较认真拍拼，啊，较在人民公社，大家有饭食，啊，有饭大人食，讲起来最好听嘛。啊！以前你大拢有饭食，啊，人咧毋是干食饭尔，讲是毋是？哪有精神生活，各方面生活啊？所以有饭大家食的时阵哦，人民公社啊，我发的安那，我就有饭好食啊。袂认真，袂拍拼嘛。所以讲要修正了先哦，有因为私人家己财产的先哦，好，大认真拍拼，国家慢慢地发展起来，是安尼啊。所以当初来讲哦，你咧跳舞迄是。腐败资本主义生活是咯，哎，不能够改啊！那边 disco 吼，二十四小时的啦，腐败生活拢因学大生，搁学几套的啦。这咱较早去中国那边，迄个参观过啊。我较早咧用中国的名义改变，你知影嘛？好，我开始变安尼啊，变就是讲，迄个二十四小时的 disco 啊，你要看讲，这时代咧变。所以中国伫咧变，变到咱开放。咱开放的时阵，做些拢是三大包四什么几大件的对了，有无吼？要带片外币金啦，安尼改变啊。后边外汇的时喏，伫咧壮大。阿巴金呢，佮欺骗者，唔是阿骗台湾人啦，外国来收上啊。好，我土地块，我今年的时喏，迄、那个吼，成功吼，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认定就对啦吼，佫俗啦，所以你若个投资要外头土地外片，拢马紧，佮引入入去。啊，咱台湾足侪台胞就是安尼呆呆入去啊，哈，以后就是呢，到尾好势佮俗起来。啊，迄边佫啥呢？佫是认地，毋是发地啊。迄边咱台湾人伊个食用吼，也袂精，也袂拍折啦。啊，佮马紧呢？啊，佮告诉啊，你咩还没告？啊，迄、那个所在是因的。所以有当我咧想着，我咱台湾作悲哀啦。今仔台湾有我咧生活，啊，讲者台湾咧讲较歹听，讲小家村，你著要走遐，对不对？啊，创个咱即摆伫遐吼，最近得要一百万人哦，做加油。咱台湾人哦，迄有当输掉讲个时阵，咱感觉太足艰苦个。今咱台湾较早趁钱印卡巴个时阵，哈，唔知报销，唔知了。啊，互一边怪骗你，啊，拢走过一边，伫遐投资一百个呢，九十几个拢疫情拢失败，伊啊做只几啊样板呐，讲迄成功，迄成功啊，哦，啊，互你做样板呐，其实足济拢是安那，底下哦，即卖流浪啊，哦，各位你哪需要他注意流浪？干啦，我几啊朋友先哦，要过，咱阿讲哦，拢无咧相信，啊，要过遐投资啦，你啊想伊遐投资个时哦。我讲几下例了啊，也足简单哦。伊即马那呢，迄个即马我们的业绩又很好，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，然后我们要增资，增资增资就对了。啊，即马董事长哦，咱台湾人啊，总经理也咱台湾人，但是呢，副董也因啦，会计因啦，啊，做者员工拢因啦。哦，即马来，即董事长哦，就我的朋友啦。我珍珠的珍珠啊，我个珍珠嘞，第一组珍珠哦。即马了两三个月吼，来啊啦，迄边副董来讲哦，来来来，我们现在还要再增资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哦，这个工厂要越来越大，吼，业务越来越扩张吼，所以必须要再增资啦。咱的董事长啊，总经理拢咱台湾人啊，两个讲啊，别啊。钱赚了，也未迄落着，你要去增资啊呢？好对不对？咪生意歹，生意好啊，讲好来，去增资啦。好，把叫去增资好，意思讲即间啊增资就别高见啦，对啦吼，去增资。佮开过了吼，来啦，佮要去增资啊啦。好，我这个去增资的时吼，伊是嘛钱呢？啊，生意是愈做愈大，讲愈小呢啊，还讲佮有理由呢？吼，咱若是佮买土地创啥？搞不赢光啦呢？讲现在吼没有那么多现金呐、啊。以安那来讲，伊拢在想好啊，来用我们的公司、用我们的工厂、用我们土地去银行贷款，
好啊，咱这朋友，迄董事长甲总经，安尼也无要紧呢。吼、哦，反正卖阁出钱啊，啊，用钱可以贷款的呢。人家讲安尼就会能解决了对啦，唔然门都没有啦。哇，歹势个，小等一下，我看卖哈，我讲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打给你。我现在在上课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、好、哦。这个国外回来，结果是喏，伊就讲啥呢？这两个警主任哦，两个书底下起起楚楚嘛。这两个警主任哦，反正哦没完没了安尼啦。啊，不过无警主可袂使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既然哦要用公司借去贷款，无安尼啊，吼、哦，来贷好啦。即马贷哦，董事长钱无卖掉啊，你知吼、哦？贷人哦，会计是因啦，副董也因啦，啊，拢因底下咧操盘。都几个月了后啦，要个整租啊啦吼！即届尾啊吼，迄个是安那呢？迄个是因已经准备好啊，要含你避免啊就对啦，吼！啊，即摆咯开股东会，因都瞧好啊！啊，包董事长，吼！那么现在我们业务吼越来越腾达，那现在我们吼还要增加的什么？还增加什么这样子吼？要机器要更新，还有什么扩大业务啥小公司大堆了。要这样子啊，我们现在还是要增资，不增资哈，跟不上人家了。哦，当然两个就想讲，啊，别现金嘛扣处理啊，啊，贷款的贷款啊，还要增资，因为查恁台湾人意思啊，即马该讲啊呢，讲这样好了，迄个无要增资哈，这样好了，那个迄、那个股权哈，这样子。那你我们观念不一样的嘛，好不好？那我的股权哦，让给你好了。安尼哦，我要国管牛合理啦，合理自己经营啊。我要增资，你不要嘛？啊，不要我股权让给你啊。咱当然说，好，这波拢哈一个说都听的呢。阿伯国管唔知要偌济啊？真的无钱啊，无现金吗？阿姨啦，知影拢想有啊啦。因即摆阿讲呢，这样子好了，吼、哦。机会均等了，我要给你，你不要，那这样不然你给我好了，安尼咋？你别该好吧就对了，别该收你只高管啊啦。当时对方总经理伫个场面内底看看，啊，这是存心摆明的啊。本来先吼，大家好啊来呢，是拢带五千几个饭店呢，伫上海呀，好拢破破塌塌，一个变面的先吼，当作无熟识安尼啊啦，就不要你变面啊啦。啊，无你让给我啊！好，还迄你看气势难无安尼啦？搞白狂我去了吼，这若无描述虚伪哦，看这个情形啊，讲好不然呢？总经理当时讲好了，这样好了，那这样吼、哦，那个经营的理念不一样，我让给你好了。啊，即摆人让给你，意思讲无咱客家钱等啊？哎，你别想哈，伊是安那讲呢？啊，这样那也好，那我们就写那个吼、哦，就是加迄、那个。要离过这条街吼，要让国管的协议书上下呢吼，起码下河了先吼，应该公安抓你知不？那现在吼，我们公司吼，全部都弄在设备上呢，没有什么现金呐，吼，那这样等我们公司赚有钱的时候吼，这个钱再汇给你呢，好呢，啊你知吼，两个雄心的讲，啊不要浪杠。这若无让干过去嘞哦，煞走袂去哦。那存心摆明啊，这种人，这就实在的哦。所以中国投资的时阵哦，有一个，迄外可怜呢。过年要等下跟老母吼、哦、做生意啦，佮利用煞过年要等下过年啦。迄公司内底吼，迄中国啊派一个经理啦，讲吼、哦。迄、那个要甲老太夫人，迄、那个祝寿，啊个过年呐。利用伊车要开的时阵吼，赶紧起来一个礼盒就对了，礼盒了。啊，董事长，这个我们这边的哈，我们这些同事哈，要跟老太夫人祝寿的，吼、哦，那刚好说过年哈，那就麻烦董事长了。他说好，谢谢谢谢。这个小礼盒吼、哦，就黑了呀、啊。
对不对？行李了，黑了，好好，谢谢，谢了。车呼一下开啊，迄个机场啦，吼、哦，开始要过关检查啦。你也看讲，内地人吼、哦，就已经通知遐啦，就甲叫伊去边啊小房间啦，就检查啦，行李袋啊，迄、那个客件，四盒啊毒品啦，对啊。董事长没有，这是我员工吼、哦，要送给迄个老太夫人住宿中带，哈，一共没有这回事。好、哦，明明你是现行犯呢、啊，你这个查现行犯在你的行李里面拿到了，百口莫辩了、啊。你安那讲都无，遐袂当互你去叫律师来啊，什么啥都无效了。总理，迄个绑架来得很巧啦、啊。甲你讲啦呢，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我你问啊，一个选择，好、哦，你知道，伫阮这个所在有毒品的，唯一死刑。第二条，你那边事情要救你的命吼，你把迄个工厂公司写一个抛弃状出来，抛弃书。就问吼，咱在中心嘛，伫个情形内底吼，这两个选择，恁来选啥物货？哈，恁来选择啥？是不是大家拢要写抛弃？命过得较好啊？有对一个讲，你别别交人啦，我来抛弃人啦，吼，有对一个呢无？有迄个区别无？我看无你干啦，包括我那无，迄、那个情形是啊，你绝对爱写抛弃，要等下个检疫咯，佮写一个迄落滴，你出去做安尼，规个公司付诸东流了，对啦，规个拢无伊，保证命等来，你台湾靠索有路用无？要讲啥人听？真侪媒体的新吼，那即个代志讲啊，即、這个看真侪啦，听真侪啦。我连顶啦，不爱来顶。咱当他 BI 呢？真正呀、啊，咱来听着这足艰苦的啦。咱秀带人看，那好点所在不足，啊个进来伫来跑。无想着讲，咱当初清朝的时阵，伊挂日本是安怎讲？为啥要挂日本？有征求咱的，咱的祖先的同意无？那无呢？一个挂回来底，伊干啥？因为台湾这鸟不语，花不香，男无语，女无情，诶，花花之地。各位，咱是用看袂起的呢，安尼挂好人呢？三四百年来，咱的祖先、咱的先民，来勤俭、打拼、努力，建立咱今仔日遐好的福尔摩沙岛，诶，结果伊讲，即我的呢，迄阮的呢？啊，你知吼？咱心会好吗？啊，各位大事唔知啊，总便宜。我骂这个地间便宜的心咯，做起来对于食饭的人，这大人袂觉醒。有当我想咧，就做 BI 咯。到底什么时阵会觉醒？咱有一挂东西，去叫人请身份证。哦，讲身份证，来，咱在座有啥人爱要请身份证的无？台湾身份证的，要有无？这个身份证你知影无？这张未来咱的保命符啊！啊，还没发下，有请人吼，那无请的吼，去各州内底要赶紧请。这是咱台湾人身为台湾人本土的哦，有史以来得到咱的家己身份证。当美国入来时哦，要甲分别你中国人、台湾人要用啥来证明？你不是讲我也讲台湾的，你叫台湾人呢？嗯，啊，你我也讲美国的，唔讲美国人，这赶快嘛！所以咱证件。你证件弄迄张啊，弄迄张迄个红票的，迄个中华民国的啊，迄边来证明你台湾人。我就是咱这张，我是台湾人。中诶，美国人也是，你台湾人、中国人分袂清楚啊，全看啊拢相像啊。啊，等下咱咧看美国人相像啊，啊拢相像。遐欧洲的无，你是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的、美国的，啊看个拢相像，包括连苏联啊，看个拢相像。阿飘剁剁，阿只白白，阿目睭揉揉，对不对？爱看呢，阿头个拢乌，目睭拢乌乌，阿只头毛乌，拢要相像，伊分袂出来。伪就是证件摕出来。所以各位的时阵，恁来关清身份证。所以我讲吼，有时间的关系啦吼，所以我不能讲真济，干啦讲些钱啦，讲袂完啦。我只甲各位讲吼。咱台民政府时阵吼，
伫美国，咱即马伫行行到阴暗咧，本来两个强项吼，即马已经吼，迄个最后两个弱项吼，咱一个拢扑起来啊。咱的强项是对，咱个美国换呢，这是咱的强项，咱赢。伊即马最个换呢吼，是啥坑里边啊？啥格子为啥呢？美国甲咱拢要未准备好，甲咱一心二心，咱赢，你就靠咱决定赢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个个拢熟悉。第一，咱本土单人。无国籍，啊，即个属实。本土单人无国籍，承认的政府，啊，即个属实。中华民国唔是咱本土单人的政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三啦，美国是在占那个，啊，即个是属实，按照旧金山合约嘛，是不是呢？啊，佮啥呢？六十几年来，咱生活伫政治炼狱之中，去炼炼狱之中，哎，即个属实啦。第五点的时阵哦，高定欢伊甲讲吼，美国政府要。按照以咱原告的啥呢？爱只能咱原告所求的义务啊。所以这个范德新，一个国务院的律师，因啊放弃抗辩权，就承认讲吼，高等法院的一整起来，恁原告拢对啊，拢对，很无奈啦，遐拢对啊，拢算了啦，拢对啊啦，我就放弃啊。所以变咱了国务院的时阵，咱不能合作，会变了强起来。吼、哦，咱咧强出来法院、国防部，但是呢，咱咧国务院甲国会合作，啊，又以放弃抗辩权了，哎，咱就强起来。个人合作的时阵呢，因咱无按国会要接触啊。国民党长时间的是利用迄边咧选举，拢会游说，啊，摕钱去公关遐，拢支援遐议员选掉了，退下公位啊。所以变咱合作啊。但是有咱过了的时阵吼。国会去年八月二日，因内底有一个台湾中国一中政策的演进内底，题目内底一再次重申，就是中华民国，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拢无拥有咱台湾的主权，所以国会内底正式声明的时候，必须咱本来两个强项，两个比较弱项的时候，比四项拢强项出来。这是咱台民政府的时阵吼，咱台民可以的所在就对了，啊，国会也袂欢喜哦。所以我讲，中华民国老实讲啦吼，伫美国看起来时吼，伊我有哪能甲人解释？美国等于牧羊人呐，牧羊你知影吼？牧羊挂一点羊啊吼，其实拢毋是牧羊人啊，拢是牧羊狗咧管呐，你知影吼？拢牧羊狗咧管遐羊啊！你若电视看，你就知嘛吼。叫咱台湾人好像安尼啦，咱只台湾人好像一群羊啊。啊，美国迄个牧羊人呐、啊，爱拢去翘脚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无啊伫咧，啊，一支迄落伫啊伫咧，伫个树仔脚咧纳凉啊。啊，拢好一只，迄只牧羊狗咧管一群羊啊。几十当前个时阵咯，管了顺数顺数啊。为虾米呢？因为涨价个时阵吼。伊海边挂出来了，咱迄边吼野龙一大堆啊，所以这群羊啊吼，还是拢伫这个台湾海边啦，拢唔敢乱用，都袂人去囤啊。伊知迄因迄高早啊，迄落嘛，啊过了顺数啊。但伊个世局个变化，伫变到这马英九个时阵吼，你也看，就讲咱这群羊啊，不但敢脚踏只羊啊就对啦，吼、哦，还佫想讲这群羊啊要赶去隔壁卖啦。哦，这牧羊人，家庭恁也是美国啦，恁做牧羊人啦，你看这只牧羊狗啊，咧糟蹋你只羊的时阵哦，恁作何感想？恁家己想看卖作何感想？所以今仔日，我是美国，我是牧羊人的心哦，利用这个机会啊，把你这只牧羊狗拍死，你这只是拍狗，叫你过只羊啊，你要糟蹋只羊啊，啊等于糟蹋我呐，糟蹋我牧羊人了嘛。所以讲，因为咱都要好个在，有咱必须要传咱隔壁国的时阵哦，好知道牧羊人哦，突然间拢清醒起来，无唔对啊！哎，奇怪啊，看捡遐羊啊，捡遐羊啊，啊，只羊啊，拢互人糟蹋啦！啊，佮想起来讲，哎，这牧羊狗佮要关押伊啊！我用简单的比例，大家听有人吼，吼，啊，伊啊狗啊足奇怪，看拄啊迄个名拄啊下书咧，哈，这下书咧，好对唔对？所以咱岛内名文。所以大家呢，要有信心。我咧讲吼，
不管咱遮个各位同心吼，你来自何处啦？来自何方？包括你的身份地位啦，包括你捌字唔捌字啦。你来遮读六日的册吼，胜过伫国民党读十档的册就对啦。是不是？你有这个感觉无？啊，所以呢，所以你唔能讲啊，我都读册无坐无创啥？恁伫这个岛民政府内，恁行时代头前啦，行时代每一个人有功劳啦。但论功行赏的时候是必要。就军政府入来了，要岛民政府的时候就因人而异啦。为什么呢？为是我用讲啊，我都无要做啥，但是吼，因为咱咧欠人，欠啥？你比我讲，恁个遐少人咧，哎，我得斗人，安尼来把劲，安尼那是功劳一桩。啊，我唔想，我即马想要替咱岛民做代志。哦，阿敬那是功劳一桩，啊，所以大家唔能看轻家己，唔能啊，我是咧做生意的啦，啊，是我咧做美容的啦，创啥，你拢免想嘿。你今仔日来遮受训了时喏，你就得到真好成果，这个成果呢，你就摕到这个证书，这個、证书呢，就确定、就确保你就对啦。未来对台湾政府绝对重用你啦。啊，所以大家各位吼，就卖看轻的时喏，当作大家共同啊那呢。替咱台湾写一新的历史啦，写一轮新的历史。这历史不是讲必须用个人的线啦，是要共担咱所有同心的人，不管年纪侪，不管年纪轻的，大家做伙共同来写这下台湾新的历史。因为时间来关系吼，感谢各位。對，那各位同仁，现在先宣布，等一下分组讨论的位置，新竹跟高雄，还有台中、台南，都在一楼办公室对面的圆桌那边。然后台北、宜花东还有高沙在咖啡厅。然后请各位同仁现在开始移动。然后请新竹州王明秀还有台南州张仁佳两位先到办公室找工作人员。新竹、高雄在一楼办公室对面的圆桌，然后台中、台南在圆桌后面的长条桌的地方，然后台北、宜花东还有高沙在一楼的咖啡厅。